另外，曾表哥，这个我还是要请教，陈菊也在找江蕙，都没有办法跟江蕙搭上线，更不要说跟江蕙本人通电话了。台中的林佳龙也在找江蕙，也没办法跟林江蕙搭上线，也没办法跟林江蕙本人通上电话。听说我昨天跟你澄清以后，你见机履机，马上就跟江蕙联络上，而且是跟江蕙本人联络通上电话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有联络了，基本上他认为台中现在有没有合适的演唱的地点？所以你证实你昨天有打电话给江蕙本人？有联络啊，你表妹有联络。是，那你怎么替我们澄清呢？因为我你知道这次很多的这个江蕙的票是孝亲票了哈，大家大部分都是孩子买给父母，那父母的或长辈呢，他的年龄都偏高，那所以他也没办法去排队啊，他也没办法网络购票。老实讲，那天到现场去听演唱会也很辛苦，因为一个演唱会三四个小时，再加上交通往返。那对于中部地区的民众，我为什么会澄清？老实讲，这个东西，觉得说，哎，这时候怎么会拿到这边谈？最主要你要知道，这些长辈如果像我们中部地区的民众，他到台北来，到高雄去，他除了那个以外，他还有交通成本。交通的时间跟成本还花钱，你看从台中坐到高雄或者很辛苦，年纪大的人啊，真的是孩子有心孝顺，父母啊那也很想听，可是真的是比北部跟南部的民众辛苦很多。所以将心比心，我是基于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人道的关怀，所以我才希望拜托说，我们不希望用压迫的方式，拜托他能够在中部开场这样子。那因为99年他就有来唱过，是我邀请的啊，也透过杨登魁先生。那既然你是他表哥，可以跟他通上电话，你会再打给他呢，再拜托一下呢？跟委员报告，因为事实上真的，现在台中真的没有合适的演唱的这个场地，如同您提到了，99年那时候是在大体育馆，其实大体育馆和体育场不是体育馆对不对？体育场，体育场还是体育场，所以基本上哦，他认为现在没有合适的场馆来做演唱了。谢谢啊，那个表哥替表妹讲话啊，那我很好奇啊，既然你跟他通上电话，他还没送你两张票呢？我没有票。你也没开口，没票，他也没表示，没票，所以表示这次这个一票的确难求，所以表妹也没送表哥票，表哥也没跟他索票，这样子。谢谢。那你这个事情你会再努力看看吗？因为我们所有的中部的民众都很希望叫你一声表哥啊。没有，谢谢委员都指教。是。Gangnam Style。我扮 Gangnam Style。